经过20多天复阳的折腾，终于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可以再画画了。2022年是失去太多的一年，祝愿大家2023年收获满满，硕果累累，笔先调太白，水分大一些，调得比较稀，笔尖再调曙红，调成淡淡的粉色，画时笔尖再调一点浓曙红。画桃子时注意外形，圆胖一点，笔尖颜色深，尽量冲上，让桃子上半部分红一点。每个桃子的形状、方向、颜色要稍有变化。藤黄加花青调成绿色画叶子，叶子的方向和颜色也得稍有变化。勾线笔调浓墨画叶脉，淡墨勾画竹篮，这样一幅寿桃图就画完了。喜欢的朋友，请点赞关注我吧。